你是谁呀？阿姨您好，我是您新找的家教。哦，哎，对，对了，进来吧。谢谢。哎，阿姨，您带着孩子们呢？在楼上玩呢。啊，好，上去吧。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阿姨，您家小孩最喜欢玩什么呀？我们家小孩最喜欢看电视，但是我不让他看电视。小时候我妈也不让我看。哎呦，你们三个捣蛋鬼，把衣服弄得满地都是的。来来来，叫老师好。阿姨，我今天身体倒不太舒服。